当娘娘也得封你啊！啊，我当娘娘，你当娘娘，咱俩人自己多好啊，是吧？我能当什么娘娘啊？我封你个嫔妃吧。看见我还嫔妃？你看《甄嬛传》都看过吧？啊，清嫔、婉嫔，我是什么？你是我的尿嫔。哎，我净在厕所待着了，这个一辈子干不了别的了。多好，这一宿滴滴答答功啊！哎，这嗨。太贫了，这也玩笑说玩笑，是因为谦儿哥在我心中重如泰山。老说我呢，要不整个中国相声界念书最多的就是于老师，那是有点学问。别的人在后台玩个游戏呀，啊，聊个天喝个茶呀，是谦儿哥坐在后台必须要看书。我喜欢学习，单有一张桌子，啊，摆着书，哦，旁边是字典，嗯，在旁边是怎样查字典？嗨。我连字典都看不懂，我就别看书了。我三本一块儿看啊！哎，为了看书，把街舞都练出来了。呵好，我这通倒腾劲儿的。当年我们就爱看啊，爱看于老师写的东西。我经常写点小文章。他也没出版，想看他的文字到哪儿呢？有地方吗？我上过您的嫖客哦，新浪嫖客。您行，等一会儿吧。您还上过我的嫖客呢？是的。那咱俩得另干姐们了吧？这啊，你说话很肮脏啊！废话，那不叫您说的那个啊，那叫博客，新浪博客。哦，博客是吧？啊，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你啊，大伙儿都点。怎么那么难受啊？这词儿啊？什么叫都点我呀？那叫那叫点击。我就没敢说出来。哎，这嗨。咱知道合适不合适什么合适不合适、啊、谢谢您的坦诚。行行行行，您理解错了。你老这么耿直，你们家人知道吗？哎呀，提这个嘛，理解错了。点点击点，有这么一词儿，点击率。怎么还绿？这您跟你说不清楚了。反正那会儿老上博客看您写的东西。有，到后来博客玩的少了啊，玩微博，这个便捷呀。德云社第一个玩微博的就是于老师。我早，哎呦，坐在后台刷屏啊，我说这有什么意思？你瞧多好玩啊、哦、自媒体没错，跟着玩。嗯，一进后台于老师放着一盒烟，哦，眨眼的功夫丢了。哟，哪儿去了？不知道哪个孩子开玩笑拿走了。他们好跟我斗。谦儿哥不生气，那生气。拿手机发微博，这也发。我不说，不代表我不知道。啊，我点给他们。五分钟啊，他媳妇儿来一短信，写的什么呀？对不起。这玩意儿破大案了，这个什么事儿就对不起呀、啊？对不起，给你装烟卷装少了。嗨。这就不至于发微博了。大伙儿别往歪处想啊，这是正经的大户人家，也谈不到。门风最要紧，那倒是。他可不是汉族人。哦，您知道满族。对了，八旗贵胄。哎，贵胄可谈不到。真的，实话实说，在旗，他满族姓，他姓叶赫那拉。嗯，以前跟西太后是一支的。嗯，皇上是爱新觉罗。对，他们家是叶赫那拉。嗨，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嗯。姓爱新觉罗的都改了汉姓了，哦，改姓金。对了，北京城就是这样的。嗯，您一说姓什么，姓金，满族、嗯、可能就是爱新觉罗，有着多，他们也改了，我们也改。爱新觉罗都改了，叶赫那拉也得改。我们叫什么呀？叶赫那拉宅一个字儿，姓拉。我们瞧，我们挑这字儿，老拉家，嗨，还老拉家，你知道？还有宅子呢。还有吗？前门外前门大街，嗯，皮条胡同是他们家的。皮条胡同拉家、嗯、拉皮条那家儿，哥我这才听明白了。这个反是个大户人家，那能不大吗？否则话您在后台不能这么有声望。我还有什么声望啊？真的啊，这来一百个说相声的啊、嗯、你拿眼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于谦。这怎么能瞧出来呢？出类拔萃，带出来了吗？人中的龙凤一般呢。这真捧我。举个例子啊，啊，夏天，嗯，六月三伏，哦，这说相声到一块儿，来个背心、大裤衩，穿一拖鞋，那凉快呀。啊，拿一大半缸子跟这喝高碎，嗨，说相声。嗯，在这里边特别扎眼。嗯，有一个人穿衬衣，这位是于谦。对了，我这人严谨。
六月三伏，热也得穿好了。那是职工之令，规规矩矩。哦，六月三伏，三四十度啊。于老师上身也来衬衣。哦，哎，小领的衬衣，袖扣这都系得倍儿严实。上身穿衬衣，对了，下身呢？丁字裤。哎，我怎么就下边这么热呀？勒的都喘不上气来。哼，还提高了这个。做大了，行了，丁字裤还能喘不上气儿来啊？夏天丁字裤啊，冬天是丁字棉裤。哎，我把丁字裤都续上棉花了，你这多细致啊！啊，我这要去一趟东北啊，雕钉。哎，这嗨，行了，好，还雕钉。这也费不了多少皮子，这个你这勒上多解刺用。嗨，那是净剩点这个了。大户人家比不了，也没什么。你还没什么呀？啊，我们跟您没法比。怎么不能比呀？举个例子来说，嗯，吃奶，于老师吃的比一般人时间都长。啊，我断奶是晚一点。普通人家给孩子吃奶，有半岁就断了，嗯，一岁就掐奶了也有。这就算长的了。说到农村，两三岁还有啊，哎，但是您跟我们不一样。我吃的几岁？刚才。哎啊！我要不上台还作呢是吗？啊，皮儿的，说他干嘛呀？皮儿的，这事儿就是，关键跟他母亲有关系。怎么呢？那会儿老太太就说了啊，我不管别人，嗯，我们老拉家啊，别提老拉家了，就说老于家，老于家啊，这孩子们得疼他啊，一定给孩子吃奶。母乳对身体是最好的了，增强抵抗力。别人挤一号我不管。您让各位瞧瞧啊，这有这么一上一下长着的吗？这个，啊，啊，这翻过来，那不还一上一下吗？脸，哎，啊，咱就不用比划了，行吗？您得原谅，年轻没见过。哎，这什么你？哎，老太太那会儿啊，啊，给孩子喂奶。哦，哎，喂奶，哎呦，喂奶，哎呦，哎，这两排呀，您拿我当猪崽儿了，那是，一直吃奶啊，吃到上小学，我上小学还没断呢，我们俩同班啊，哦，上小学，我他二年级，他转到我们班来的，啊，他从那个智障三小那儿过来的，哎，您瞧我来这地方啊，嗯，到我们班，嗯，我们俩同桌，嚯，我坐这儿，他坐那儿，挨着，全班最后一排单有一个凳子。干嘛用啊？他母亲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吃饭我们都带着饭盒，嗯，他带着他妈来呀，啊，还没断呢。老太太坐了最后一排啊，中午十二点铃一打铃，嗯，我们都把饭盒拿出来了，哦，吃饭，嗯，教室最后一排他妈过来了，哎，嚯，哎呦，多豪爽的人。全脱了啊！我没听说光着膀子喂奶的。吃饭。哦，我爸爸来的这是。于老师这才吃饭啊。班长，嗯，尝尝吗？啊。王老师来点稀的吗？别让了。校长，别嚷了。我太客气了，我也。我们全学校教职员工啊，都是他母亲给我们喂大的。哎，好嘛，全吃到了。这是那会儿。后来大了，自个儿吃东西了啊！哎，当然，这可是个吃过见过的人，这叫什么话？吃东西讲究哦。说今天喝点什么鸡汤啊？买只老母鸡来，哦，一定自己下手，在鸡胸脯这儿，嗯，有一人字骨，就那叉子那块，拿手一摁，这干嘛？如果觉得摁得动，啊，可以，哦，这是一年之内的雏鸡，拿手一摁，说这硬了，嗯。这不能再吃了，肉就老了。过了一年了，肉发柴了。对，就这么讲究。嗯，吃牛肉，给我切黄瓜条这块。黄瓜条。对，吃猪肉，嗯，要小里脊。小里脊。脊椎骨内侧有这么一条肉。嗯，那条肉是可以生吃的。嚯，他买肉卖肉都出头。哎呦，又来了。这碰着行家了。他懂啊。啊。要这条。啊，就拿这个。要五斤。嚯，这儿给他切完了。不够啊，那哪儿得了？对不起，于老师啊，打猪头上切一块啊，这送您不要钱，甭送我，怎么着？我不要脸啊，你才不要脸呢！我有跟人这么说话的吗？我猪脸那不要啊，你说清楚了。哎，我跟他出去吃饭，我有时候我都觉得你讲究的过分，
是吗？啊，这儿坐着吃饭，嗯，人家老板上菜了。哦，于老师，这您点的，嗯，啊，这是我点的撒尿牛丸是吧？啊，就有这个。这里都有什么呀？嗯，有牛肉，嗯，还有呢，虾肉。嗯，你这菜叫什么名字？嗯，撒尿牛丸。对，明白了吗？是，您稍等。我等什么呀？我等五分钟啊！那老板端着这个，系着裤子就回来。哎，这人说的是撒尿牛丸，没说老板撒尿牛丸，你知道吗？吃的讲究，那讲究。我们一块长起来的，别人不了解他，我太了解他了啊！上学宿舍，我们俩一屋啊，那是晚上不睡觉听半导体。我喜欢听。现在小孩们弄个 iPad， 弄手机，晚上睡觉啊。我们那会儿哪有啊？那早啊，半导体，半夜十二点。听评书，对，拿着这你就搁枕头边就完了呗，啊，非得举着，弄一半导体，我干嘛还举着呀？老希望看出人来。哎，我也是瞎了心了，举着举着胳膊酸了，嗯，掉下来了。哦，长着聪明啊？怎么了？躲开了，闪身，啪！哦，半导体砸在枕头上了，没砸着脸，人掉到地上了。哎，我这闪身闪大了，这个。差点没把我吓死。有你什么事啊？我睡他下铺啊，我从上铺掉下来的，和还不如砸脸上的。这个晚上不睡觉啊，早晨上课坐那儿冲盹儿，那可不困吗？老师，我们那老师在黑板上写题啊，我挨着他坐着。哦，他这睁不开眼了。哎呦，好朋友，我能不劝他吗？你得叫我起来呀。老师那儿写着呢。啊，一会儿转身回来看你睡觉怎么办？是啊，我得喊他呀。给我个信号。哎，嗯，月儿明，风儿静，树叶遮窗棂啊。这是怕我睡不瓷实。蛐蛐儿叫铮铮。哎嘿，我都睡死过去了这。很开心啊，开心。老师写完了，嗯，一回头完事儿了，一黑板都写满了题啊。那可真不少。谁上来回答一下？该解题了。没有举手的是吗？怎么办呢？我可点了啊。嚯，点名啊。我冷汗都下来了。干嘛呀？点到我，我不会怎么办呢？你学习差，这会儿用你的时候到了。我会呀。于谦，哎，叫我别睡了，解题去。老师叫你去擦黑板。叫我擦黑板？快点。啊啊，擦黑板去。嗯，哎，啊，哎呦，真下得去手啊。老师写了44分钟，我呢他擦了1分钟。哎呀，一堂课过去了。啊，打铃下课了，该下了。把老师气坏了。那是还没有办法惩罚你。怎么不能惩罚呀？这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到中午了呢。打教室后边过来一位啊，我的午饭来了。行行行行，行了行了，干嘛该吃了是怎么着？童年是非常快乐的。哎，对，那是你们非常快乐的，真的挺好。他一有一惹祸，就是我替他去扛去啊。那是好朋友，这事儿经常的。老师，明天那个都得去啊，集体活动啊，烈士陵园啊，有活动，咱们大伙儿穿着校服一块儿去，整齐划一，到那儿献个花环啊，集体活动，记着都穿校服。好，转身都去了。我们到那儿敬队礼，拿活动吗？献花环。嗯，老师眼珠子都快瞪出火来了。因为什么呀？于谦，要我。我说话你没听见吗？怎么了？我让你穿校服。我穿了。谁让你披麻戴孝啊？哎，我穿一身校服出去的是吗？披麻戴孝那是校服吗？自个儿还弄一幡儿。呀呵，我这还发挥了是怎么着？我还弄一幡儿过去，把老师气的呀。啊，让你爸爸来一趟。哎，有爸爸我打幡儿干嘛呀？说的是那个啊？哪个呀？这叫请家长。哎呀，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让你爸爸来一趟。哎呦，一句话说出来，嗯，我冷汗下来了。有你什么事的？有你什么事？我的活儿又来了。哎，好嘛，这自己找的好朋友吗？啊，推开办公室。哦，老师您好。怎么样？我是于谦的父亲。哎，好，
真敢说，老师差点没气死。知道你拿我当缺心眼的，真是。你还是他爸爸，你哎，你不是他爷爷吗？哎，去，你这没够了，您这占便宜。你为什么敢这样？因为我愿意去，是因为我对他们家了解。是啊，那会儿不是小孩吗？啊，老师一说家里如何如何，我能回答上来。哦，两家太熟了，是通家之好。嗯，尤其他们家这三个姐姐跟我也都不错。啊，对，我有姐姐，三个姐姐。嗯。当初北京城上学高材生，学习好，毕业之后呢留学了，哦，到东莞。哎，留学有留到东莞去的吗？后来就跟那儿就没回来啊。怎么呢？大姐开了个洗浴中心啊，二姐开了个 KTV， 哦，三姐弄个美容美发，好像是。嗯，你瞧这仨买卖吧。嗯嗯嗯，挺好挺好，啊，当然了不经常回来，那在家呢父母就跟他一块儿过日子。哦，他父亲特别可爱。嗯，老爷子有人见过哈，有意思。他爸爸个儿不是很高，留小平头。哦，哎，你就按你的行，你就按你的形象说的我爸爸吧。他们跟我打招呼呢。跟谁打招呼？老爷子特别可爱啊。啊，我就是爱跟老头聊天。哦，可要去十回啊，啊，得有八回老头不在家。都干嘛去？出去遛弯去。啊，活动活动。上年纪人跟家待着没意思。是，没事门口公共汽车站。啊，坐汽车一转转一天，呵，老头真可爱。偷偷，尤其要是终点站，老头能美死。那就有座能坐会儿。哎，要是能坐在靠窗户那儿，他爸爸最高兴。要不过过风嘛。哎，开窗户是吧？啊，旁边再坐一女的，那，啊，活活美死。干嘛有聊天的？啊，省着寂寞呀。哦，女的再抱一孩子，嗯，最好不过。老头都喜欢孩子，孩子别太大，多大合适？哺乳期的最好。干嘛非这岁数？老头这坐着，这儿来大姐抱一孩子，哦，半岁吧，啊，坐在这儿，你爸爸高兴，嗯，哎，他馋了是怎么着？哎，嗯，哎，嗯，老流氓啊，这是，话这叫，这干嘛这么乐呀？孩子可爱开心呢，哦，喜欢孩子们坐车背不住就哭了，是啊，这一哭人家这。哎呦，别哭，别哭，别哭，就哄呗。你这孩子一出来就哭，在家没事儿，啊，老头很关心，是吗？饿了吧？哎，管着管不着啊你！给孩子喂奶吧。啊，嗯，快点吧。哎哎，行了，你跟旁边美什么呀？那得喂啊。那是。这没办法，解着扣喂孩子。嗯，啊，在家也不闹，你是出来就饿，快吃，快吃，快吃。嗯，啊，他爸爸挺高兴。哦，嘿。哎，孩子还真白啊！是说孩子吗？这个，你有意思吗？你啊，废话，老头干嘛呢？呢，就是心地善良，这是善良吗？心地善良，有时候老劝他别出去了啊！那么大岁数了啊，就是，跟家待会儿，不行啊，非去。人老不服老，赛过老黄忠。哦，你别看我现在这状态，我嗯，大小伙子能干的事我都成。是啊，我抢个银行给你们看看。哎啊！这不是神经病吗？拿把菜刀哆了哆嗦奔银行了。哎呦，到那儿忘了干嘛来的了啊！哆了哆嗦又出来了。嘿，好嘛，人保安给送家里，老头感动坏了，是吧？给人做个锦旗，嗯，人民卫士。嗨，这不是浪的吗？这不是这老头可爱，老小孩老小孩的吗？啊，全忘。当然了，他们家最值得一提的就是谦哥的夫人啊，哦，我媳妇儿。哎呦，嫂夫人真好啊，于谦的媳妇儿，嗯，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谈不到，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别瞎说啊！别瞎说，富贵人家是个歌厅，歌厅旁边那大院，她是那儿长大的。你把她说明白了好不好？有身份啊，书香门第，宦官之后啊，宦官之后，那是太监，你知道吗？那叫什么？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啊，他岳父是做官的，哎，蒙古国的海军司令，哎。那地方有海吗？叫海军司令。总统说了啊，多咱找着了水，当时就上任。哎好，我说老头闲一辈子呢。哎，什么话呀？ 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你了，那是真好。嗯啊，当然了，你有个小毛病，我觉得得改。什么毛病？挺疼媳妇儿，但是不能同着外人。怎么？一同外人，这大男子主义这状态就来了。嗨，这老爷们都有点儿。来一帮朋友，我们上家去吃饭去了。啊，他媳妇儿不错。谦儿，你抽根烟吧。哦，谦儿，你喝水。多好啊！哎，来，再给你，这滚！这不是混蛋吗？这不是？
像个娘们儿似的。哎，废话，他就是娘们儿，知道吗？过来，媳妇儿，又叫。今儿来这一百多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嚯，跟大伙儿说说。说什么呀？同着大伙儿啊。啊。跟我结婚之前，嗯，交往过多少个男朋友？这事儿也说说。啊。把我们大伙儿臊的呀！真是的，不想听，不，坐着听，不是外人。哎呦，说。啊。你疯了，说这个，说呀，啊，不白说，干嘛呀？说出一个来，嗯，我给你100块钱，我还给钱，把这媳妇气的，100，我差你这30-40万的啊，嚯，好家伙，这得交多少男朋友啊？这个，那吃过见过，哎，这是，别提这个。话虽如此啊，啊，同着人要这劲儿，背地里，嗯，疼媳妇疼得很过分，这我们感情好，当初还不挣钱呢，啊，给媳妇就买了一辆桑塔纳。那也不算什么桑塔纳呢，那会儿大伙儿还都蹬自行车拿月票坐公车呢。哦，早啊，买一桑塔纳，嗯，这觉着不行。哦，又攒钱买了半辆奔驰。嗯，怎么还半辆奔驰啊？车祸呀，撞散了那个。那干嘛用啊？前半拉能用啊。啊，回来跟这一拼，车头是奔驰，哦，车尾是桑塔纳，拿铁丝吊着一块儿。啊，他媳妇天天开着这辆奔桑啊。丧啊，出去就得出事儿。这个两口子这个好啊，那是无论走到哪儿都手拉手。嗨，你要说20出头17-18-9小姑娘小小子情有可原啊，40来岁了，亲密无间，手拉手还那么好，媳妇也大方是吧？哎，嗯，我这牵着她出去耍猴去了是怎么？一进超市才撒手呢。啊，去干嘛？随便拿，瞧瞧，别让他们逮着啊。哎，这我带他偷东西去了。这是我最爱跟他媳妇聊天。是吗？哎，有时候走到那个皮条胡同那儿啊，别提这皮条胡同，我一看墙上画一大白圈啊，写个拉字。哎，这都写拆字，没有写拉字，是按你们家那姓写的哈。好，还是拉皮条。这是谦儿哥家啊。嗯，一砸门嫂子出来了。嗯，嫂子您好。这多规矩，规规矩矩的。哎，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是老话，不能开玩笑。没错，嫂子您好，这就对了。嫂子大方。他说什么？死鬼。嗯，你个爱千刀的。嗯，小没良心的。嚯，你还知道来呀？哎呀，你怎么不露面的呢？嗯，对不起，我媳妇看得紧。这嗨，没有这么对话的啊。嫂子你挺好，挺好的。嗯，来呀，上家吃豆腐吧。啊，嗯。吃什么豆腐啊？他会炒菜，麻婆豆腐做的最好。哎，清楚了，炒菜做饭。嗯，哎呀，嫂子您手艺真好。吃完了，谢谢您。嗯，好吃啊，好吃啊，好。嗯，吃完了啊，洗澡吧。嗯，这洗什么澡啊？啊，买的水果那个冬枣，洗点枣吃。咱能把它说清楚了不能啊？啊，你以为呢？我以为凑合吃点苹果就得了。你吃什么冬枣啊？这人脏心烂肺，你知道吗？废话。咱们不是那个人，知道 吗？当然了，我是最近去的少啊。为什么呢？人家里边又弄着孩子，也不方便啊，是吧？你要干嘛呀？不方便？孩子嘛，啊，孩子小闹，他有个儿子，大伙都知道吧？啊，于谦的儿子。哎，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这，谁跟你客气了？人大伙都喊于谦的儿子叫郭小宝。我儿子能叫郭小宝吗？列位看出咱的为人来了吧？怎么呢？做好事不留名。哎，对。这叫不留名啊，有个记号就得了啊。哪儿啊？我认为啊，嗯，有这儿子之后对你的人生有了极大的改观。哎，那还真是这样。你想啊，你要说20出头有一孩子，嗯，他不往心里去，嗨，自个儿还没玩够呢，玩心大，这个就土埋都眉毛的人了，是吧？啊，那就是死了，那活埋了，您这是倒着埋着吗？脑袋冲下。哎，好嘛，拿大顶土宣。哎嗨，那就是摔一跟头啊。就喜欢孩子啊，无论到哪儿去，嗯，谦儿哥头件事就是给儿子打电话。哦，说我们今天上天津演出，这才多近呢。啊，头件事还想儿子。嗯，你猜猜爸爸是谁呀？也没有我这么缺心眼儿的。孩子很配合。他说什么？是爷爷吧。嗨，俩傻小子开心呢。啊，无论到哪儿去，嗯，头一件事打电话跟儿子聊天，得说话，一天3-2个钟头通一回话，就那么频繁，要不然就得死去，我就不行了。哎呦，受不得呀！啊，那回在山东，嗯，我们上济南去演出去，啊，到了酒店了，
经纪人呐，什么助理、工作人员都出去了。啊，于老师把门一关，嗯，开始干最重要的事儿，打电话。不光打电话，还有什么？哎，上厕所的同时打电话。哦，那人有三急，哎，他得方便一下。对啊，但是这点就看出来，这大户人家怎么住平房住惯了，这有什么马桶坐不惯？哦，家里都蹲便。哎。但是酒店哪有蹲便呢？是，都是马桶。嗯，于老师就得踩着马桶上头。哎呦嚯！我这练，幸亏练过杂技。哇，不容易，一不留神就摔着了。那是有要功夫。那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哎，蹲那儿站稳了，踩着两边，跟这儿方便。啊，方便完下来一看，啊，马桶里没东西。怎么会没东西？鞋大，都拉鞋里了，合着。这鞋也太大了，这个后来脱了鞋光脚踩，这更不是，那更滑了，滑呀啊！所以说就是每次都半天啊踩好了，把这手机啊搁嘴里叼着，俩手找平衡，嗯，站住了，稳了，这才解裤子，哎，蹲下来，哦，这算踏实了，行了，哎，把这事儿忘了，这手机掉马桶里边，那是鹞子翻身就下来了，哎哎，够啊！伸手进马桶里边，抓着了吗？逮着手机去啊！真逮着了，这是功夫好，就在回水腕那儿，哦，掐住了，多悬呢！拿可拿不上来，怎么呢？那一共才多窄啊？啊，你这手要松着能上来下去啊？攥着手机多宽呢？嗯，上不来啊，卡那儿了，这可难受了啊！裤子吞到脚这儿，啊，半跪侧身撅在马桶边上，嚯，手在里边。你瞧我这姿势多难拿呀！20分钟，门开了啊，经纪人、助理、工作人员都进来了。他们怎么知道的？于老师啊，是您发短信让我们救您来吗？我还发短信？忙发！我这能耐太大了吧？我这撅着光着屁，我这手机还忙发？问题你还知道谁对谁？哎，这太有能耐了。没错，这不写的吗？啊。有故障，马上来救我！啊、哦，还带个小笑脸儿。哎呦、嗯，还笑脸呢我！我太浪了，我这啊！这帮人都来了啊！怎么了，于老师？您这是？嗯，我说这够手机出点小障碍 啊, 啊！您手上来，废话啊！上来，上来不白受这罪了吗？是吧？啊、什么叫上来？这可怎么办呢？嗯，找酒店吧。干嘛呀？一打电话，酒店全惊动了。哎呦，著名演员于谦出这么一状况啊！酒店的总经理、董事长啊，董事长助理哦，连那个外资那方的工作人员，哎呦，各楼层的负责人关心，所有的工作人员、餐饮的、大堂的啊，100多人啊，嚯，全上来了，哇、啊，这是看手机呢，是看我呢，这是，啊，助理说：“您看这事儿怎么解决？这没法解决啊，没法解决，你们上来干嘛来啊？”这都看够了吧？走吧，走吧，走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就为看我来的，和打电话吧。啊，把派出所的叫来了。啊，那波人又来了。啊，派出所所长、副所长、指导员。啊，哎，所有人都来了。嚯、哦，详细情况这怎么回事？啊，记录一下。如何如何？说完了。怎么办？这个我们得往上报啊。著名演员对吗、嗯？跟分局说了。哦。分局跟市局说了。是。市局报省厅。哎呦，连专家组在上下500多人。他们没见过。啊，那都来了。嗯、啊。都排着队跟着。这帮人算过了瘾了。嗯，于老于谦是，可不是我吗？是于谦啊，哎，那个那什么那个省厅的负责人啊，哎，我这握手是握不了。对、啊，你都很关心啊，想办法吧，是吧？早想啊，人家连刑侦队都来了啊，啊，还照相呢。嚯，行了行了，嗯，于老师乐一个，我还乐一个，我乐得出来吗？我那样乐一个，哎。啊，拍完了，那个来，怎么着？王所长跟照张相、啊。哎，去，别照相了，照相就完事了。啊，后边刑侦队举着摄像机的来了。哦，还有视频，你这玩意儿，嗯，拍近的，拍近的，哪儿就拍一近的，都拍完了。这个有点完，我们处理不了这个事儿啊。那是得给下播留着。哎，再见，再见，再见。嗯、走吧，都走了。嗯，说这怎么弄啊？啊。打电话叫大夫吧。哦，对，医务叫大夫吧，医务方面啊。嗯、对，简短接说，1000多人。嚯、啊！连大夫在、护士在、实习的都来了、啊，那得看看、哎，都得参观一下啊。嗯，都看吧。
看吧。看完最后这有一老大夫，哦，老大夫说这其实简单，有偏方，他有主意，截肢。哎，这截肢我用你来呀，打胳膊这儿切啊，切完赶紧派人上一楼那儿等着去。嘿好，那直接把手机挡着就不好吗？啊，就反是个办法，是个办法啊，把你们看着安排吧。啊，都走了，大伙儿守着吧。啊，哎，也不让别人动。那是坚持了两天。两天，于老师两天跟这儿就这姿势啊？哎，我还真能坚持。那是 啊，两天之后也没吃饭啊，胳膊瘦了，哐拿上来了。对，嘿哈，感觉我谁也没用，你这玩意儿，把人都轰出去啊！先给儿子打电话，还打呢？关上门。嗯，喂，嗯，儿子，儿子那边接，嗯，怎么这么臭啊？哎，这都闻见了。你猜猜我是谁呀？还猜呢？猜不出来。嗯，你那边水印太大。好，我扎马桶里了。你怎么猜不出是我呢？啊，我问你，嗯，我不在家晚上妈妈跟谁睡呀？ 啊，王叔叔。去你的吧。啊，哎呦，有人送花来了，快接一下，快点快点。哎呦哎呦，很了不了，三个哈，这有我一个啊，来来来，都接都接。明白了，坐到这儿吧。这个观众老这么热情，其实我老说这个来就来别花钱啊，因为花儿它也搁不住是吧？啊，你要干嘛呀？你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你就不如把钱给我啊，我自个儿买去啊。嗯，那个刚才是郭麒麟和阎鹤祥，对，阎鹤祥是我徒弟，郭麒麟是我儿子，是很开心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啊，哎，这叫是。他老把我搁进去，您这哎，他是亲的啊，我是干的，是吗？不像话了，您这。嗯，其实说孩子说的是他们这样的，对，啊，对，这我得介绍一下 啊，这个下边是红的，上面是黑的，头里是白的，这个啊，眼斜心不正，这是我徒弟啊，嗯，大伙儿注意啊，这倒霉模样，你看了来了啊，嗯，德云社今年力捧的小角啊，哎，张鹤伦，对。不错，好多人都说哟，这孩子怎么眼睛那样呢？其实您不了解，嗯，来抬头，大伙儿看看，不光眼有毛病，长得还寒碜呢。嗨，你看抬不走啊？这在德云社是留着辟邪用的。我们要是开了午夜场，有他在，很安静，很安静，妖魔邪祟都得跑啊！别拍照了，镜头再崩了。行了，可以了啊。我是他师傅，他是我徒弟。嗯，哎，于老师呢是他的大爷，嗯，啊，这我大爷。哎，对。尊敬尊敬尊敬，孩子好不惹事儿，是是是，你要惹事儿你大爷可够受累的啊，哎，没惹事儿这就快骂上了。很难得爷儿仨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对，嗯，张鹤伦今天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是是，对，今天得把握住这个机会，是的，嗯，那个能跟师傅还有蛋在一块儿，哎，哎，说清楚了，别连嘴，是大爷不是蛋哦，你说的清楚，嗯嗯，土字发音啊有点问题，你早干嘛去了，土字不真，你看你大爷真兔子，哎，你才真兔子呢，真土字，土字真，土字真着，土字真，真兔子，对，那个这个非得是兔子，于蛋不于大爷，对对对，还有我师父，嗯，今天呢能跟这个两位老师啊，就是我师傅还有于大爷在一块儿，心情特别的激动，开心呢，感谢我师傅，嗯，还有当然了，也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哎呀，所以在今天这个混账，什么叫后台，台下就没有吗？哎，这话啊，啊，对对，把你们忘记了，过年了，过年，过年了啊，过年了，孩子你还是嫩呢，你听听于蛋怎么说的，去，见识的少，是是是是，没见过这么些，慢慢学，慢慢学。我师傅呢，大伙都了解了，哎，都认识我。他那个被评为娱乐界啊最熟悉的人哦，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不是房梁上面，就在鞋面上啊，就不许个矮吗？什么话？这叫，嗯，这个个矮，这个不许再提啊。哎，刚才在后台，我是不是再我说一下啊？指着我鼻子说我啊，夸他张鹤伦，在台上再指我的个头，我就抽你，知道吗？再说我就抽你。我也是真急了，这是没墙头啊，那可不呗，我得飞起来咬人，跟抢篮板一样似的。哎，这行行了行了，你记住今天，明年今天是你的周年，
这就要死在这儿。别呀、啊、别、啊、你非跟你于大爷并了骨不可、上台是来道歉的。为什么呢？对不对？你刚在后台呀、啊、不懂得尊敬。老说人个头没有礼貌。还有于谦老师啊，终于到他了。哎，于大爷，哎，那个，我老听在碗里边搁着。对，于大爷，对不对？人家呢也是很有名气的，德云社捧哏第一人。那捧我了，也在弄一个叫菊花烫啊。菊花烫啊，你跟你师傅学点好行吗？不是叫这个吗？很形象，很形象。什么很形象啊？显得这么大气。嗯，甭管什么花了。是是是是，不太懂这个啊。当然了，跟两位就是前辈在一块儿，我大伙都不认识，哎，也不值一提。你讲，短短的时间得把自己最拿手的东西奉献给您各位。这话说的对啊，对不对？有熟悉的观众啊，知道好唱，但是站在您面前怎么样？要说唱，可能就把您比下去了。哦，好多人，我以为他跟我客气呢。哎，对，不是不是，哎，这是不是一力捧就要退出啊？够呛，哎，我封杀了你！嗨，完了，再也不能烫头了。不是这力捧的怎么说话这样？别着急，我还没捧过，来得及啊。哦，哎哎，你刚才说什么？一唱就把我们都比下去了。师傅，我师傅唱得好，就唱得好。你比方说《京平帮举》，人家没有会的，打小学。哎哎，你把你嘴上那松紧带紧一下。没有不会的。啊，也不能这么说。样样精通。哎，但是你说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说是唱两句，万一啊，就说那万一，把您比一下，就是超过您那么一捏捏。你等会儿，你哎你，这仨字儿你会写吗，孙子？一捏捏，就这么一妞妞，一妞妞啊！我老听着你个儿不算太高，你知道吗？啊、哦，一妞妞，这是一个量词，就一点点。那、啊、可以了，可以了啊，一点点、啊，就说比我强吧，也不能说比您强。嗯，哎，您听听怎么样？哦，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对，不好。哎嗨，不，你不是力捧吗？你让人展示一下，怕什么的？这比我强一妞妞了。不是，这个我还真不信。他万一要膨胀怎么办？不是膨胀不膨胀，他到现在我还没听说。你还支持呢？啊，你让他展示一下。那膨胀了，你哪个不支持？这我支持了才膨胀的嘛。是是是。咱啊，咱好唱啊，咱好唱，跟您学学一点皮毛行不行？你这话说的倒还可以是吧？当然，孩子你也非常的努力啊。咱呢唱这么一个小小的京剧，唱什么？小小的京剧，那叫国粹呀吗？怎么叫小小的京剧？在您面前，二位面前，咱唱不好，多多的指点。他是故意的，把自己说的低一点啊。他说的是自己，捧咱俩人。对，京剧不都懂吗？他鼓励咱俩人哈。尤其我师傅，嗯，平常唱戏的时候。那个在那个梅兰芳大妓院，在那儿，你师傅不常去这地方，不是不有？听我说，听孩子，嘴里是问你，跟我学梅兰芳，哎，梅兰芳。对了，后边没错是吗？哦哦哦，这耽误了，耽误了，这就了然了，大剧院。大住院，哎，这个这大过年的，你这听着都肚子疼，这不好拼，知道吧？在那儿你不懂唱吗？啊，京剧都门清。你这个动作老跟我在房梁似的，你再把你师傅糊弄着啊？什么话这叫？咱来两句，要学学是吗？咱来两句，看这做派。你们会这做门吗？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力捧就这么大气啊？张力捧，这嗨，连名都来了，真唱一个啊！来，我来，来我给你来过门啊！啊，我给你拉弦啊！啊，这一拉你就张嘴啊！还是先张嘴吧，别掉地下。这是个美食家。别闹啊！这已经进入状态，都入定了。哎，入定了啊！来吧，唱对来台唱。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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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嘚啷当啷当个啷当里个啷地，当啷当当当当。再来一遍。哎，过门不错。
破门不错，结婚前也好着呢。打的啷当啷当啷当当啷当啷当个啷当里个啷的，打啷当当当当当。好，接下来唱第二段。哎，捣乱啊！谁也跟着起哄呢？是啊，那个吧？哪个？我记着你了，没穿裤子那个。谁呀？在这儿有没穿裤子的？拿大顶呢？哎，这嗨，没听说。嗯，当啷当啷当里个啷的，当啷当当当当。你还唱啊？您笑场就怨我，我招谁惹谁了？我琢磨跟那儿没穿裤子那，我就乐。啷当里个啷的，当啷当当当。弦儿渐弱。镌刻好每段眉间心上，花间透过思量，沾染了对花儿它，千家文艺泛黄，夜静谧窗纱微微亮。这个不亏心的说啊，我得鼓励鼓励我们这孩子啊。嗯，今天新歌《卷猪肉》嗯。啊，没听说过。叫什么？卷珠帘。卷珠帘。听过吗？不，春晚的那春晚那。行啊，行啊。不是行不行？你这个跟刚才那过门挨着吗？对呀，刚琢磨过来呀。我这刚要鼓励呢，还鼓励什么呀？这就说好了，这儿拉就张嘴吗？还是先张的嘴，白拉了。先唱一个小歌，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光小歌就没有老妹儿了吗？不是你让你师傅拉过门干嘛呀？那你对呀，他这是玩耍咱们啊。我也有点赶脚，那是京剧就知道了是吗？这就算京剧了。京剧懂了是吗？咱不上京剧行吗？来别的。来高雅的什么呀？那你找别人，我们这儿没有。难为人啊！咱今儿啊，咱今儿就今儿来。好舌头，你听了吗？好舌头还好身上呢，那错不了，恢复的不赖呀，这是。咱今儿在这儿。好样哎！上回挨打也是因为这个吧？您瞧德云社力捧这个玩意儿啊！哎，动我一下我就死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打算活着回去。流氓啊，是怎么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真是的啊！干嘛呀？这是？没事，没事。来高雅的行吗？嫌你先来片药吧。嫌你们会了是吧？我怕你死在这儿啊！嫌你们会了是吧？你唱了吗？就我们就会了。你别说还唱。还你听这，你听这，来来来，等会儿。啊，往这儿指，非指半天往那边指，那边有没穿裤子的啊？坐下了。你们最好照着词儿说。张鹤伦来高雅的刚才这段小京剧我很满意。行，好，跟乐器配合的也非常的好啊。哎，天衣无缝。 Very nice 啊。行，咱们再搞一支什么作品？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昆虫。什么什么您呢？什么昆虫？您的耳朵拉稀了，你那眼睛尿碎了。有什么师傅有什么徒弟呀？该你了。我干嘛？这不一对一句的吗？哪谁跟你一对一句？怎么回事？你不是来昆虫？就是昆虫啊，不上口吗？怎么了？上什么口啊？这个没喝上什么头啊？啊，唱你说昆虫，光烫头了是吧？人家那唱高雅至极，那都是古代那个秀才，那个秀才写的。这上什么口啊？这个，你那个嘴里有袜子，我告诉你。舌头来短一只啊！那人家那儿再说，那儿写的都是高雅的词，你们要有不对的问我。你把这俩字给我说一遍。哪俩？你刚才说这昆虫这俩字。昆虫。告诉你啊，那字念曲，你怎么听出来的呀？昆曲，嗨，您念不对呀。昆曲，昆曲，昆曲说。昆曲，昆曲来的。你谁会啊？咪。哟，你还带着蜜来的呢。
别闹，我们不捡肥皂。那乱七八糟的，都让你捡干净了，都让您了。好了，慢慢分，慢慢分。啊，昆曲你也会啊？来啊，会啊。孩子，你这话说的稍微大了一点。没有不会的。我的天，昆曲你也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什么乱七八糟的？那就全错了是吗？我的个天哪啊！听，来啊！一般的牲口弄不过你，我告诉你。这孩子有力气啊！他老反驳那个大爷，您把那个在这儿，在这儿呢，这儿呢。您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哎，没有那么大。嘿，好吧，来吧，孩子，打算唱怎么了？这是高雅，高雅的高雅，意境意境。梦游吗？这不是啊？梦游我摸谁去了？这个，来吧，谁那么高？倒立那个。快坐下吧，好唱不唱了还？快，这不一样唱了吗？唱啊！来了，这就来了。来了是家人家，快点！着什么急呀？你废话，还不着急呢？来啊！好，谢谢大家啊！知音不怕多，嗯。昆曲，高雅，高雅，高雅。前面有点前奏啊。昆曲，昆曲啊，嗯。有。哟哟哟，来点咖喱味的牙膏，这韭菜味的香水，光天化日咱俩就大马路上亲嘴，下了大雨一块淋，咱也不用跑，大不了回家他妈一块冲个澡，都是老夫老妻，咱之间还用见外，没事接茬出口风，咱反正见怪不怪，润润我的好，喝瓶百事的可乐，打动你的心灵的必须百事情歌，看我把这黑色音乐做的五彩缤纷，看我把对你的爱做到返璞归真，无拘无束，自由是我歌里的成分，看看多少人就羡慕嫉妒恨，俩二百五在一块就没有什么苦闷，哪怕一块坐牢一块逃大粪，要要切干呐。张鹤伦，我要是听懂了，我是那于大妈的公爹。哎，爷们儿，这还昆曲呢，这但凡能跟民族连上点也是快板，知道吗？这朝鲜小调是吧？哪儿怎么听？我都听出辣白菜的味儿来了。还辣萝卜呢。干嘛又会了是吗？又听过是吗？张鹤伦，我警告你，你往那边，你要骂他，你说话你别瞪着我。哎，这是指我呢。你指没事别这么高，你那嘎着窝有味儿。啊，孜然味的，我这是，这身小混香，这边咖喱味的来了，哎呦呦，行了，阿三啊，可以了，你要怎样啊？行，最后一段行吗？最后一段行吗？最后一段也得唱好的，不拿出点看家的本领，你们也不认识我是谁呀？哎呀，你要能看家就是个狗啊！哎呀。活活累死，全完了，真的。有这膀子意思，早知道我出去卸车去了，我跟你们受这个罪，真是的。好，好吧，好吧，好吧。最后一段啊，还要再唱一个。这国内的于老师，咱们给他个机会吗？那力捧吗？国内的是不行了，唱国外的好吗？刚才那也不是国内的，知道吗？不高丽的吗？啊，哪儿叫高丽的？朝鲜的。朝鲜？你这回来什么？国外的？国外的。那你走吧，去吧，国外唱去吧。不行。在这儿哈，你有护照吗？没有，我带你做个亲子鉴定去。也行。来吧，这回是什么作品啊？来个国外的，唱首英文歌。哎，这打到手背上了。哎，英文歌，谦儿大就喜欢看日本电视剧。英文歌，日本电视剧哪有英文歌？送的。嗯，背景音乐没有。孩子拉不了了，你凑合吃吧。还是您看的多，那错不了。来口西的吧。哎，对，来英文歌，来首《西林地翁》。哎呦嚯嚯，嗯，终于说对了。西林地翁，不，我刚才说谁？谁说谁来着？啊，问我呀？啊，不是西林地翁吗？啊，行啊，行啊，塞里边地翁。哎，好家伙，我这人眼看狗低了。你老是这么坦诚。孩子耿直，他说谁低了，咱可以了，行了，来快唱吧啊！这过年多快乐！来，刚才说三连低了，是吗？疯了啊！
我的老家就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村子不打灯。哎哎哎，裤衩掉了，哎哎，往上滴了滴了吧。好家伙，没穿。我说的呢，不瞒你说呀，他是比你高了一奶奶。这是今年力捧的小军儿，我今年就指着你惹祸了，我跟你说，爷们儿很开心啊，丢脸了，嘿，你说这个他很陌生，他这个犯不着是吗？没有啊，用你说，啊，自己知道啊，用你说，他看的可是你啊，哎，这就别正经，不，这干嘛呀？这是不是你这瞧不起人是吗？瞧不起人是吗？看这姿势，你看啊，我跟您说，您这叫撅起屁股看天，这话怎么讲？有眼无珠，哎。什么意思？还打算让他说一遍是怎么着？你爱听。干嘛呀？这挤兑人家？你看看，哎呀，挤兑人跟谁？跟谁唧唧白脸的？跟谁呀？这又要掉？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儿子，我给你滴了滴了。你哆嗦什么呀？踩电门上了呗？这是干嘛呀？人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个你们会，唱一个你们会。谁会了？就你这破玩意儿，还谁会？你不会，你瞧不起我。不是你这玩意儿，你是什么呀？说的都因为什么呀？你让他说两句，你别那啊！大过年的，孩子痛快痛快得了。行行行，这么着，你们赢了行吗？你们赢了，嗨，哪儿就赢了？何伦，我不唱了，啊，那我不唱了，行吧？啊，行行行，哎，总总，你要不也歇会儿？这么你也甭师傅，你也甭捧我了，我退出了。得你去，不是你我没说后头吧？要没有你，他退出不了。你得鼓励我。我走了，哎，从此德云社啊，哎呀，从此德云社少了一个粉妆玉砌、傲骨英风的翩翩少年。哎呀，孩子，你可想着给师傅托梦啊！啊，你别，我走，孩子，不是你听我的，你真别走，你会饿死在外面的，真的。你不是第一个，真的。是我不是因为您，我知道，我知道，因为那货。我。你洗一洗吧，我来换换你。哎呀，爷们儿，干嘛呀？问你点事儿，问你点。怎么着？你这退出了？嗯，就是要走了。对对，走了。从此就不来了，是吧？再来就给你们烧纸来。有这份孝心就好啊，那有的还不烧纸呢。嗯，你看你师父这话还是在捧你。我怎么这么贱呢？我我跟你说啊，不来了，对，是吧？对，走了，从此再也不来了。好，有这句话我配合。哎，干嘛呀？干嘛呀？你给我退一天到了，别，不要，不要，哎，别动手，不要，不要，哎，不来了。你给我过来！干嘛呀？我还是个孩子，他还管那个？我都是老头了，几点就脱衣服？跟点儿没关系啊！啊，对，什么时候不行？不是，我得拦一下两位，这说的好好的，给钱了吗？给钱也不行啊！查的那么严，现在。这怎么回事？说的好好的，怎么俩人动手？我呀，这是这不是流氓啊！你听他说什么了吗？你听他说什么？我没听他说，我就听你动手了。这废话，他从此以后不来了，那他也冲的是我呀。他冲你我不管，啊、他来不来都无所谓啊。你是想开了？你不是我想开了、啊，他走没关系，你让他把那马褂给我脱下来。为什么呀？他那马褂是我的。这么快就进入主题了。你还美没够呢是吗？张立鹏，你要走是吗？啊，好极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这个台上来来往往走了无数的人，谁走了都没事，有我们俩在这儿就能吃饭。走我不管，我问你一句话，这衣服是谁的？那你说那么些前面那干嘛？你让我撒撒法子也是好的。
师傅给你讲一个道理，我当然，但你不就为说钱吗？是吧？我当然希望你留下。举个例子，一根草绳子啊，草绳子要卖一毛钱一斤，捆上螃蟹卖呢，就合200块钱一斤。你要出去一定会饿死的孩子，你听我的，别走，有话好说，行不行啊？怎么？不是你大爷都急了，你他急，他死不死？他是。你瞧这个贱相，你这怎么贱？你那好，你走不拦你。你说这长得跟泰迪似的，像吗？像吗？哎呀，大气，关键是啊。什么大气？你给我脱下来，你走没关系。等会儿，这不跟你正问着呢吗？啊，这马褂谁的？问这事儿了吗？问了。谁？这谁的？你管呢？就是这么懂事会说话。哎，这。也就是看你尊敬我就完了，我告诉你吧。那管什么呀？这件马褂它的主人是谁？哟嚯，还谁？走大者，这不穿着的吗？废话，可不穿着的吗？我穿着的，你说是谁的？你裤衩还往下秃噜呢，咱得讲理啊。谁的？哼，这是这摄像的。我认识他是谁呀？还是的，那谁的呀？就那卷毛。泰迪的，哎，这像话，他说就打架呢，你也说，你谦大爷的是吧？对，脱下来给他，凭什么呀？你瞧不讲理是吧？哎，他说的也有道理啊。啊，什么叫有道理啊？我有点过分溺爱孩子了啊，刚搅出来，这你得讲理啊，人家衣服凭什么不给人家？不，我凭什么要给他呀？这话说的有劲，还有劲呢。你替谁说话呢？我就糊涂，我告诉你，哎，这怎么回事？说明白。不白穿。你给了钱了？啊，你给我利钱了，每月有利息。我穿你大褂给你钱，我疯了。你瞧，还说的挺有理，那你怎么不白穿？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好像有个大故事似的呢？啊，你讲一讲吧，孩子。我穿这马褂对他有好处。那什么好处呢？这个事儿啊，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他娘呢？你先问我这大褂成不成啊？你老琢磨人娘干嘛呀你？这事儿要说这事儿有点长了，这事儿得说得很严谨，是相当于一部小说，知道吗？它得有严谨，它有开始发展，知道高潮结局都得有。什么叫小说？你就说那高潮就得了。你别着，一会儿高潮就到了。那个，在那个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没说一样。我去他们家，知道吗？为什么去呢？堵我去了。去。老有你事儿，我老上他们家去啊。我呀，要看一个音乐会，知道吗？啊，然后人家都穿这个马褂。您听着像话？看音乐会人都穿马褂？别，我信了啊。哎呵，这肯定是外国那个高雅音乐吧？对，太对了。都穿着寿衣去。你看人家看完了就埋了呗。这是我们团服。哦。团服。知道吗？人都穿，我说我也得穿啊，我没有啊，那是怎么办啊？我鱼蛋，哎，好好说话啊，你还没走呢。我鱼蛋他家有啊，我就找他去了。上家要去吧。啊，我说啪啪啪一打门呢。嗯，哎，打里边出一人。谁呀？我大娘。替孩子高兴，省得撞锁，家没人。你大妈挺好的哈。啊，挺好的。哎呦，你长得你们俩下去聊去行吗？啊，是。哎呦，长得那个漂亮。那还用你说？哎呦，可以说是眉黛春山，秋水剪瞳，眉梢眼角说不尽的万种骚情。哎，万种风情啊。哎呀，改过来了，改过来了。说事儿，说事儿，说这，说这个，说这，说哪个呀？说哪个都行。我得先问问呢。问。我问，我说我那个我大爷在家吗？哎，我说不在。对。我说我师傅在吗？哎。哎哎哎哎。没他什么事。没。我都问，我都问，我怕出事儿啊。对。怕出什么事儿？都没事，都没在。那好，那我进去，好不好？哎呀，你出来有什么事儿外头聊行吗？不是，你想多了。我冰清玉洁，你知道吗？你跟我一样。你不信我还不信我大娘吗？不信。那是你不信。我
我就进去进来跟你大妈说什么了？就聊啊，我说大妈，我跟你说有件事儿，我得说一说，我呀要看一个演唱会，你知道吧？音乐会那一种的，然后需要穿一件那个马褂儿。外国人都那样。然后我呢没有，我知道我大爷有，你知道吧？我想来借一件。嗯。大娘说这叫事儿吗？这不叫事儿啊，怎么了，贺伦？我说你别这样，大娘，知道吗？我还是个孩子。那时候你就是个孩子了，刚才还是孩子。啊，我怕他有什么事儿求我。什么事儿求你啊？万一扛袋面呢？让我不能不能，我都扛完了。我说的嘛，让我扛米，真是。然后我吃的还挺全。咱有事儿说事儿啊，我就把这个事儿说了。说完之后，大娘说行，知道吗？啊，马褂有的是啊，是拿一件。给你，哎，好，我拿着马褂刚要走，嗯，大娘一把把我拽住，别走，回去我就抽他，哼，有理是不是？我还有一个要求，我说你说吧，有要求我肯定满足你，真的，我身体也好，是，不是，我说万一再扛两袋米呢？我们吃得了那么多吗？我们还有我呢。老有粮食这里头。哦，人说这么说的。是是是，你大爷，知道吗？你大爷，你大爷。他跟我说呢，大娘跟我说呢。是的，孩子说话赶紧入正题，知道吗？在外面说话是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一来让人问住了，二来张口结舌，没招了。回来拿我们娘们仨法子，你说我们寡妇失业的，我们谁寡妇失业？他要寡妇失业，我拿他砸什么法子呀？他怎么能守寡呢？啊，他守着俩呢。这，你别往里掺和。没有我，我在米袋子里边了。哎，这词儿我忘了叫什么，叫孤儿寡母，对不对？那也不对。反正就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孤儿寡母。是啊，这给我找事儿。这哎，这老有他。叫妇道人家，这就对了。我一妇道人家，我有什么招啊？啊，说你呀、啊，跟你大爷在一块儿，你知道吗？他有什么让人问住了的时候，你帮他往圆全了说。哦，这么着，所以说我穿这马褂对他有好处。你住口！我跟您解释，师哥，孩子说的这有道理。有什么道理？上家去了，嫂夫人把衣服借给他。你先等会儿吧。你别这么色眯眯的。不行，孩子。他两口子都这样。少废话。你还走不走了？你要不脱我衣服，我就走。啊，不是，就不走。你走啊，不走就跟着好好站着啊。你要走，你就现在给我脱下来，好吧？行，那你别上来扒人衣服干嘛呀？废话，说的是什么话呀？行了，可不是，我就不是跟他这孩子说的那个 啊，咱有什么说什么，谁听也有理。有什么理？说您在外边就说话没把持的，啊、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谁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他学你听他的，嗨，你听他的吧，你看他像说实话的人吗？这事你这样也像个跳街舞的。学他嘛，谁说话云山雾罩？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哎啊，我们家趁这么些马褂，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你们家趁怎么些个马褂啊？不瞒你说，就这样马褂，40多万件，我说话云山雾罩。你那个身体也是够呛的。我经常看外国音乐会去。啊，我说话云山雾罩。是，我这马褂我给他都没关系。其实我知道您不在乎钱。那可不是，咱家又不是没钱。是，对不对？我就怕他给我弄脏了。哎，好说。你知道吗？40多万件，你差这一件啊？不是，他要拿走了，他也好办啊。他要弄脏了还回来，我不还得洗？我怕费功夫。这么回事？前两天那多大的风啊！哎呦，好，这些日子啊，这火，北京这个土都看不见人。这要你说弄一身土，你这我受多大累？那是。而且说起前两天那风，刮那么大的风，你说这整个衣服走哪儿都脏，可不吗？这跑到北京郊区也没躲开。啊，我到北京郊区，我那套别墅。啊，他跟那儿有一套房子啊。到那儿去，自己大院子，我到那儿躲躲吧，也是不敢出门，风太大了。嗯。哎呀，我跟您说啊，这风有多大啊？这风啊，半夜里我在别墅里头，我睡觉啊，就听外边都吹了哨了呢，猪八戒来了。风大啊，刮的呀，这个就半夜里就响啊。嗯嗯，我那院子自己打了一口井，嗯，深井吃甜水方便，那舒服了。您就知道这风有多大，怎么样？好家伙，就半夜里就听呜
就听那井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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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愣把这井啊刮到院墙外头去了。哎呀，我这是躲不开了，我在城里也于老师，您住口吧，在网您住口吧啊！怎么了？这话说的不像人话。就是人说风大不假啊，他也不能把这井刮到墙外头去。您是不知道，特别大呀，多大也刮不出去。哎呦，半夜里的咣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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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咣当咣当出去了。我，你要这样为人的话，你退出吧。不，他先退吗？他不是没走吗？您说这个事儿太不可信。你不信呢？不信呢？你问他去。他知道。他上我们家看去了，哦，有证明人呢，你问他去。张立鹏，是吗？这个前些日子北京刮大风，怎么了？风太大了啊，有一口井拿风刮到墙外头去。师傅，我先问您啊，哎，我听说您今天闹肚子，您是把大脑拉出去了吗？你这话说的像从身体的中后偏下部排出来的。您这个谁信呢？您说那个这事儿可能吗？不可能啊，胡沁吧，多心瞎说呀，这是。这回来他爸爸说了，废话废话，那废话，我老扒衣服，晚上能不扒你吗？晚上行不行？什么玩意儿？嘛呀，废话，怎么了？井刮墙外头去了，我说的。我谁说的？他说的，他说的，哎，没有，有，有，哎呦，哎，咱们干点正事吧啊！哎呀，瞧瞧得真真的，瞧得真真的。解释一下，你说这个事儿啊，这你瞧得真真的是吧？瞧真真的，那就行了。这感觉这就错不了。那么小孩没娘啊，说来话长。这小孩还没找着娘呢。这事儿呢，得往远了说。往远了说，这相当于一部小说，你知道吧？天哪！开始、发展、高潮、结局，这个来说，那个什么叫小说呢？就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那个故事情节。瞎编可不行啊！什么叫瞎编呢？你说了，亲眼得见，你告诉我们怎么回事，三言两语听明白了就完了。行，就说那个他那个他家，简单说啊，这那个在哪？啊，就别说那院子里头、别说，哎、不是北京，郊区，郊区啊，不是市里，郊区在哪儿呢？在那个叫这个郊区，就酒泉。你才住酒泉呢，先给你烧纸啊。哪儿啊？酒泉吗？哪儿酒泉？酒泉叫北京郊区啊，大兴旁边。去你的吧，他说的是甘肃。哎，这嗨，对对。哎，不是那儿吗？大兴，大兴，对，哎，对，大兴，在大兴那儿，哎，弄了一个别墅，好家伙，那个有钱，那个阔气，别墅啊，光地下就十八层，咱别的这好嘛，住地印子里头了，是，还是个阎王爷，别墅啊，别墅好，雕梁画栋，屋里边咱就不介绍了，就说外面，知道吗？外面屋里边就是刀山油锅呀，没有别的呀。还是地印子呀、有别的，有别的。你说吧。哎，在外面，你知道吗？那个什么，那个一大片地，什么都没有啊。自个儿独门独院，一大大大的院，大一房子，大一房没有墙。哎，有墙。没有墙叫房子呀、没有。住坟地里吗？没有墙怎么刮出去呢？对不对？有墙，有一个有那个自己喝的井。对呀、对呀、自个儿刨的啊，自个儿刨把那个井刮出去了。啊。对不对？因为什么呢？风，哎，对喽！你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儿，这是要风，这风啊，知道？风大，风大呀！你说三四级吗？不是，谁说的了？不都你一人说的吗？别说带比划的，多少？六级没？好，那儿有闲人啊。哎，几级？脱裤子那个啊，坐那儿歇会儿吧。脱裤子那是三级，哦，三级。啊，你是行家啊？那两个人呢？几级？去说正事儿。那个这个八级，比八级还大，十级，十级大风啊！那风特别大，风大那房子都能吹走了，何况一口井？完了，死去吧。风大吹房子都吹着井，为什么吹不出去？胡说八道！为什么？我先问你，为什么出不去？你凭什么问我呀？不是你亲眼得见的吗？对，我亲眼得见，你怎么？
怎么了你？你有事说，你踢我干嘛？你想，您是师傅，您还有不懂的事儿？哎呦，羞羞，嗯，羞羞了。这事我还得告诉您，还得我讲出来，是不是？讲吧。行行行，好，今儿你记住了啊。这我跟你说，入我的，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啊。听了啊，这井井那个井是在地上长着的。多新鲜呐，长着的，啊、长着的，就窝那儿，窝那儿，窝那儿一个窝井，多窝囊啊！好，就在那儿有一个井，风大，日大，但是吹不出去，这不是废话吗？因为什么呢？这话都让你一人说了，因为井大。哎哎，他家是小井，小井，井小就这么大，哎，没多少水，这么点儿，痰盂儿。你们家才用痰盂装水呢。嗯，你大爷喝痰盂水。井小，日，那就是砍出去的呀。井小风大，日就出去了。井小风大，日。重新问去，孙子，这不行，重来啊。好，重来，重来，好吧。这不成功。哦，捋一下思绪。哎，哎，怎么说那个风啊，得有风。得有风有井有人，对的，还有人，对的，要想有风有井有人，那个井呢在地上特别的深，然后里边还有水，为什么就出去了呢？对不对？他自己不会跑，叮叮叮叮叮叮叮，没戏，没有。你那个药别停啊，我跟你说啊，其实恢复的挺好的了。他没有长脚啊，噔噔噔不能出去，对不对？哎，风呢也不能劝他，你出去呗，也不太现实。风很贱啊。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风刮到墙外面去了。墙、啊、风大吗？有、嗯、风，井大。嗯。哦，哎，想起来了，哎啊、有墙啊，对不对？墙是个关键，它不是那种砖墙，篱笆墙。篱笆，篱笆就有一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那个。别看我，咱俩都没跑了，我是那个女人啊。但是有这电视剧篱笆墙啊，篱笆墙你知道不是说那个就是焊在地上的，不是，它也不是水泥的，篱笆墙是那个玉米的，玉米杆儿，玉米杆儿，知道吗？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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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把那每根都比划出来行吗？细致、嗯、它不是说一根根栽那儿的，栽那儿的好像呼一吹就倒掉了，怎么办呢？他是斜木叉子，走走走走，回来！这不拦着，这会儿到大兴了，瞧起来上跑不行。不是，他有这个墙啊，他这样是固定。好，知道固定他的泥土里边，你说栽哪儿了？栽哪儿了？得人上去踩去，得踩。上哪儿踩去、啊、人上篱笆上面踩去，上那个把那根儿得踩实了。是啊，对不对？踩实了，你想想那个土，然后篱笆墙，下雨天一沤一沤，阳光一晒，完了它就糟球了，糟球了啊！对，那个根儿啊，它就糟球了，就是都烂了。哎呀，都烂了，然后烂了，你知道风啊一吹一吹，它就开始晃悠，它底下刚开始不晃，它上面晃晃晃晃晃晃，时间长了。底下晃断了，晃断了，风大，日日日日，好家伙，一下就把这个篱笆墙给吹外面去了，一吹外面怎么着？那井哎，就把这井日扭让到院子里边来了，哦、知道吧？就这么着，它井啊，这个篱笆墙知道吧？井让到里边的啊，所以说它不是说那个井啊刮到墙外面，是篱笆墙把它让到里边来的，哦。嗯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对你这样的人，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嗯，多吃青菜，多晒太阳，别让你一人待着，尽量找人多跟你也谈谈天，聊会啊，还是能恢复的啊。哎，别老刺激人。说的对吗？到底孩子不错啊，挺好。不是不是，您尽量说人话，好吗？不是你这就不错，脑子挺快。你这说什么呀？这是你管什么呢？差那么一奶奶就死掉了。下回尽量别差这一奶奶。真是的，哎呀，你说这啊，这以后这怎么了？怎么办呢？这以后这你穿着呀？我是穿着多少？俩月。哎，我这费那么大劲，20年。哎，你还活得到20年吗？怎么说话呢？我这么年轻。20年，这给你算了。不是，那19年。别废话。多少？
告诉你俩月，俩月以后。别那么抠，那么抠呢？哎，这么着，一年行不行？得得，你穿着吧，穿着。一年啊，一年，一年给我。好好好好好好，虽然做不了了啊，是刮风把这墙刮到井外头去了。哎，啊，你这我这人说话就爱这么省事儿。你省事儿，他那都快出了头七了，也不至于啊。大家伙儿听我说话听不懂，嗯，他就老跟你抬杠，老跟你搬杠，嗯，有时候我媳妇在旁边听着，哎，就以为好，我让人问住了。嗯，实际上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让人问住？是啊，嗯，我这么见多识广，我说话大伙儿不懂，那叫让我，哎，就栽了。明白了，您解释我能听得懂，对不对呀？嗯，你咱们这个家里头，你就这么家大业大的，咱们还能露这怯？是是是，咱们还能出这丑？嗯，咱不在乎这个，甭说天上地，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嗯，草窠里蹦的，什么我不知道。就喜欢这个吗？没有我不清楚的。对，本身又爱玩，啊，对不对？满世界玩，满世界看，这都知道。对，我喜欢什么咱就来什么，对不对？又有钱，嗯，喜欢动物买动物，哎，喜欢古玩买古玩，嗯，我家里养的那个花啊，那，啊，草啊，鱼啊，嗯，小动物多的是，这我们都见过，菊花 啊鸡啊什么都有，嗯，菊花你也见过？您家有一菊花谱吗？是吧？啊，还有谱呢。哎，上谱。嗯，咱不提这个。是是是是。关键就是咱喜欢小动物，有爱心，还甭小动物，大的也喜欢，没少养。现在高端人物养高端宠物，不错。养什么？您说说吧。马呀。哦，养马子。那费用高。嗯，哎呦，知道哈。啊，马。就是马，小马不是叫马子吗？高头大马，哦，大个的。对了，哦，前两天我刚弄过一批来，哦，香港赛马会上买的，嚯，2000万，口感怎么样？哎，这吃了，哦，这是骑的是吧？骑的马呀，2000万买一马，那是啊，还告诉您美金，2000万美金买一马，我您把这篱笆墙换换不好吗？你管我呢？你管我呢？你我愿意，我喜欢那个农村风味。啊，哦，对不对？是是，2000万买不算什么呀。是是是是是，2000万算什么？高头大马看着就漂亮啊，打心里痛快。香港赛马会冠军让我给买回来了，你看看啊，白色的，痛快啊，一根杂毛都没有。嗯，好家伙，是不是太老了？老都白了，嗯，没听说过，你因为头发呢。马高兴，年轻力壮，真爱，高兴骑着玩。嗯，哎，要不说乐极生悲呀？怎么了？这么好一匹马，嗯。哎，哎，这大年纪了，您这，哎呦哎呦，掉到茶碗里头淹死！哎呦，就到这里吧，好了。心疼啊，您不知道。徐老师，可以了。不是钱的事儿。对，是可以了。2000万，我不在乎。你住口吧。关键是茶碗。我踢死你！我告诉你，行了啊。于先生，我这正难过。你说的不近人情了。追思会呢？谁告诉你的啊？大白马啊，高头大马，您说好了，骑着那大马呀，骑着马啊，掉哪儿死的？掉茶碗里淹死了。您说的就胡沁，怎么叫胡沁？不可信，你不信呐？谁知道？你问他去呀，啊！你问他去啊？他又知道？他当然知道了。谁想到他死的初六了？张立鹏。又来新题目了，不是我跟你讲啊，因为这是个风大，哎，把这篱笆墙啊给刮出去了。可以了，孩子，可以了，可以了，那个已经过去了，又来了新作品了。哦哦，2000万美金打香港买回来一个纯白的马，高头大马，这马掉茶碗里边淹死了。不是师傅，那个我听说您糖尿病，对不对？那个这是不是那个糖把您思维糊住了？糖尿病往下没有奔上来的啊。怎么了？可信吗？您吃多了吧？胡说八道吧？胡说胡沁，我就说是假的。哪有的？这有这？有客户找你。怎么了？怎么这么说好吗？废话，废话。大白马调查完了淹死了，我说的，有没有？这是他说的。没有，有。你瞧瞧去。有。咱们不说瞎话。哎呦。给家先打一电话吧。你今儿可能回不去了，啊！那个，我跟你讲啊，啊，这事儿啊，怎样？亲眼得见啊！好，你那眼睛得见，可信吗？我瞧得真真的。
嚼得汁汁的呀。哎呀呵，刚才说的是吧，就是那个吕老师你知道吧，那个吕老师那鱼鱼啊啊，对，那个于老师啊，于老师就喜欢什么那个鸡呀、鸭呀，就喜欢包养这些。哎，然后好多的时候呢，这点钱没地儿花去了，对不对？他家里边都是啊，家里边都是大白马，有什么新鲜的呀？是是是，大白马是不是？刚才说大白马怎么着？调查完了淹死了。调查完了淹死了，这、啊、这有什么新鲜的？大白马查完，嗯，不能是掉下去了，好家伙，死掉了。你以后少看卡通片，形容谁都是嗷就完了。大白马，哎，大白马能掉茶碗里边吗？大茶碗呢？怎么了您呢？多大的茶碗呢？比茶碗大这么大？那是饭碗，比饭碗还得大。喝汤的，再大。烫脚的，比再大。给孩子泡澡的，还得大。那就是青花瓷了。对，哎，对。清华池、哦、知道吗？在池子、哦、马掉池子里边烫死了、哦、烫死了、这动作是一样的、啊、烫死了死掉了，这是什么？那那池子还能端着喝茶吗？那个池子，那个池子的名字啊叫茶碗。玩去，茶碗浴池。你拿我当于谦的缺心眼儿了。打个比方，打个比方，你还不知道茶碗浴池？我带你看看。行行，我上哪儿看去啊？从边，从边。再讲一个。干嘛？我这边呢？人这叫蒙。哎，那个刚才说了，于老师喜欢马，马掉到茶碗里边，茶碗太小进不去。对，哎，那怎么着？咱们从头说。说，从头说。于老师喜欢的马，嗯、那个家里边好多马呢。嗯，小矮马。小都有，有有小矮马、大白马，最喜欢那匹大白马，嗯、多少钱吧？汗血宝马，还上口呢啊！汗血宝马呀，打那个什么土库曼斯坦啊运来的，哎呦，那个地方出那个马呀，就是大兴旁边，知道那是土库曼斯坦吗？我忘了，反正地图上有这地方啊。嗯，出了汗血宝马啊，好有喜欢爱不释手，给那马烫头啊！我疯了是怎么着我？烫头，我给他烫头，人马情未了。烫头啊！你真，你问问你，每匹马都有于老师的骨血。哟嚯，拜拜！真的，你受累了啊！您客气。我听说的，哎呦，于老师拿那个马当就当自己的亲人一样啊，当自个的媳妇儿，那么的爱，就那么爱。换个人行吗？不行，那是真爱呀、啊哎，那是真爱。说细致点。嗯、对对，别人爱听啊似的。别人遇见了，比方说遇见我师傅了，哎，德刚。我媳妇儿骑一圈去，有这么说话的吗？这我爱她呀，来一圈，别犹豫了，不合适。但我是不是犹豫？我不合适、啊，都害臊了，对不对？还有白天骑的，我不知道。嗯，哎，咱们说正事儿成吗？快说快说。哎呦，好家伙，喜欢这马呀，天天骑着马，你知道吧？上那个高速，上高速。我骑马上高速。听说这两天不收高速费，不收高速费，好了，骑着马，郭德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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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站住了呢，于谦儿，我就知道，干嘛非得站住了啊？俩人都得有，哎呦，骑着啊啊啊啊啊，来一圈得了，行了，一路狂奔啊，好家伙，一路向西了我们啊，哎，你还看过这个呢？哎，我听他说的，嘿，好家伙，我也喜欢这个片儿，闭嘴。怎么一路相机了？来，哪有您的事儿？是，啊，有有有，那个到了长安街，长安街走，好家伙，不高速吗？怎么上长安街了？来哪儿都去。我于老师那个一般都进了城了就不骑着了，走。于老师走人行横道，哎，马呢走斑马线，嗯，还是跟我一块儿呢。哎，这好家伙，一块儿走，哎呦，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张一元。哦，哎，得有茶，哎，卖茶的地方，严谨吧？没听出来。哎，我跟你说，一点都不牵强。喝茶呀？对，哎，喝茶，你看看马掉茶碗里边去了吗？喝茶，来到这一个地方叫喝茶。嗯，喝茶一进去，把马你知道吗？那个把马就拴在那门口了。嗯嗯嗯。于老师进去了，进去了，瞧见一只人，一只只啊，这人孙悦，一头啊。好好
我就觉得差了一点。孙越是德云社一大胖子、啊、好，那个胖子哎呦得有300多斤。他怎么进得去那个门呢？拆了。哦，中国的拆呢？拆了，拆拆、哎、拆了，你知道吗、嗯、拆了，把孙越拆了进去、啊、那不行啊，办事儿办事儿进、哎、那屁股上还得有一戳。过年了要不拼不上。那是往里边，哎呦，看见孙越了，你知道吧？孙越特别胖，哎呦，浑身上一层一层的褶，哎，给轮胎代言呢。哎呦，我那肉都噔噔噔噔的。好词儿，你各位不知道，好家伙，往这一坐，孙越啊，正在那玩呢，玩什么啊？玩那个叫蝈蝈，那草虫。对了，蝈蝈，好家伙，于老师进去了，往那一坐，一眼盯上这个了。我也喜欢这个，好，尤其外面那个蝈蝈葫芦啊，嗯，那可了不起呀、啊，嗯嗯，好家伙，那个是清朝，哦，清朝那是李莲英，知道吗？别人进贡给慈禧的，李莲英给眯起来的，哎呦，给眯起来的，哦，藏身上了，哎，对了，然后传给自己的后代儿孙，他有后代儿孙呐，他没有吗？他没有后代儿孙，他有兄弟，啊、哦。这仨字儿可不好说、嗯、这是仨字儿吗？这兄弟吗？对，他有兄弟，他是李莲英的兄弟叫李连杰，这两个人打死你我们可不管啊。不是不是，过同名啊，跟你同名。不是跟那个功夫那个那个同名。这不帕金森吗？这不是，不是人家这咏春叶问请指教。哎呀，可以了，人家是会功夫那同名、嗯、然后传给他的后辈儿孙，一直传到了孙越老师那儿、嗯、哎呦，好，这个传的真乱乎、嗯、太好了。那上面李莲英拿他就当宝贝也不行，就试试中医。我跟你说，你这状态真的、嗯、喝点中药吧。 别着急，快到了快到了、嗯、是吧、嗯、好，拿他当宝贝。哎呦，此物于当下必定光宗耀祖，于当下必须光宗耀祖，藏别处还不行。当下就是现在。好，我以为搁裤子里呢。哎，你猜对了，有，我给你刨了吧。孙老师就是打裤裆里叮蹬出来的，多疼啊！干嘛疼啊？人在打裤裆，这不有缝吗？一夹起来，那个褶撩开了，裤衩扒开了，叮！哎呦，肉跟小棉被似的啊！你奶奶，你奶奶！哎，宝贝，宝贝拿出来，你看。于老师看见了，哎呀，哎呦我去！啊，于老师这贱样儿、嗯，这太好了，这个好家伙，不光这好，里边那蝈蝈要了新命了，啊，葫芦里边了，那是李莲英亲自挑选的一个小蝈蝈，活好几百年了，哎呦好，不是不是长寿的这蝈蝈，不是不是那个后来、啊、大奔头的蝈蝈，按照他挑选那个模样，现在又找到这么一只，啊，哎呦，湛青碧绿、啊，喜欢这个，于老师当时看上了，这我要了啊，孙孙，我要这个了。多客气。哎，孙老师，凭什么？哎呀，凭什么？那他噔噔噔噔，凭什么？蜡笔小孙，嗯。门口，门口，看见没有？那匹大白马怎么样？哎，那马喜欢牵走，是知道吗？这蝈蝈能不能忍痛割爱给我？哦、孙老师一看，这不合适。这个你那马2000多万都听说了，我这蝈蝈再怎么贵不行。这么着，我再给你100块钱，走啊。咱就什么人性啊，这是，哎，这样就公平了吧？把孙老师乐的、哎，好家伙，牵着马扛着耙子就走了，取经去了、啊，接的师傅去了。哎呦，于老师一看上这个，得嘞，今儿就今儿了。怎么样？如获至宝啊！开心了。好家伙，这是宝贝呀、啊！哎呀，给我就算一个男人了，完整了。我这还不算男人呢，完整了。我这孙老师玩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葫芦，你说清楚了啊！葫芦，这宝贝、啊，哎，像葫芦，对，什么呀？不是，没有那形状，哎、那个，嗯，人家那葫芦你知道吗？那是多少年了？嗯，好家伙，于老师一看他不懂，嗯，于老师不懂啊，拿在手里边就打开了，你知道吗？打开了你就得过过风，是，再让那个蝈蝈蹦出来。哎，他没有啊，他说，你出来，你出来，哎呀，你出来。蝈蝈在里边揽着那个葫芦臂 啊，不行，你出来，不行、啊，葫芦里有肥皂啊，是怎么着？你干嘛呢？这谁给人家四只脚不得蹬着那个葫芦臂吗？人六只啊，六只蹬着葫芦臂，我不想出去，出来，出来，好的，实在揽不住了啊，噗，完了一下坐下来了。你要不演动画片都冤的。一下就下来了，
下来之后好像那个你知道当时啊刚沏了一碗热热的高碎。哎呀两千万买匹马喝热高碎。哎呦那水你知道吗热着呢。啊那蝈蝈好像当时下来之后两个空翻转体两天半。嗯啊掉。奥运蝈蝈嗯。好扑噔一下子。怎么样掉到里边了。哎呦掉到里边连烟带汤。当时就死了。当时就死了妈要是疼的呀哎呀我这蝈蝈死了你看看死了我这蝈蝈是大白马换的呀不错烫死这蝈蝈不就如同烫死我这大白马是一样的吗好好家、嗯、你要是不红你就别干这个了啊这膀子力气啊来啊鼓励一下吧我恨你我恨你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哎呀我好家伙我的肾上腺素都已经分泌到脑袋了你还有肾呢您没有有真是你、啊、真巧俩没有的碰一块了凑出一个整的恭喜吧、哎、好啊好可不好吗 这多少时间你说对三年三年三年哎、啊、三年零一天你就那天死了是吧不是再多点多点行行行三年三年啊我可爱跟你们聊天了嗯啊我都没想到我也爱跟你聊天是我爱听您说话嘿那可不是您说我要老这么说话的别人能听得懂那错不了他不了解情况是是是 是他懂我啊得亏有他了他懂我是啊对马嗯所有动物包括秋虫刚才在说蝈蝈、哎、对对对蛐蛐喜欢哈油葫芦哎我都喜欢蛐蛐这日子够呛了哎这日子没了对粪呢哦可以啊可以人工繁殖啊哎那个老词儿叫粪出来的对了、嗯、照样有啊是是是这还不现在是没了哎头些头几个月哎秋天对正逮蛐蛐的时候玩蛐蛐的时候嘛哎那也是啊在我们家嗯那天晚上啊正睡觉呢好正睡觉就听我们家门口啊嘟嘟嘟嘟嘟嘟什么响蛐蛐啊哦听见了听这事儿蛐蛐啊嚯、哦、可我一听这声嘿这蛐蛐个儿小不了那是那是我赶紧叫我媳妇儿起来起来别睡了别睡了、哎、起来吧拿着签子哎拿着那个罩子、嗯、跟我一块儿咱们逮蛐蛐好这蛐蛐小不了哎起来以后嗯就追这蛐蛐啊我到门口一听嘟嘟嘟嘟嘟嘟没在门口、哦、没在门口啊在胡同口呢嚯这么大声音那是我就追吧这小不了、嗯、哎呀我们俩跑到胡同口一听嘟嘟嘟嘟嘟嘟、嗯、没在胡同口在哪儿呢在北京火车站我的个天哪你可是住着大兴啊那是不管他、啊、追到火车站去啊跑到火车站一听嘟嘟嘟嘟嘟嘟在火车站呢在唐山呢我的个天哪唐山呐，那还去吗？离着不远呐，那也好几百里地呢。为这东西不在乎啊，值了。追到那儿去，追到唐山有一个叫小山儿，老地方，有这么个地方。嗯，我一听，嘟嘟嘟嘟嘟嘟，有吗？就在这儿呢。听见了，太好了。嗯、我跟我媳妇儿拿铁锹刨啊、哎、挖呀，看刨啊挖呀，好吧，终于把它挖出来了，能看见了。我一看这蛐蛐怎么样？可了不得了。您说说，就这脑袋啊。就有这剧场这么大个儿跟北展一边大这么大个儿呢我的天哪俩眼睛跟聚光灯似的我咋咋个亮哎呀俩须子呀哎呦呦呦呦十四列火车这么长可以了于老师于老师大个别别别行了赶紧行了这编线儿啊你给我闭嘴吧我就拴回来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啊你拉倒吧您这胡说八道你怎么又不信呢这事儿谁都不信你问他去他又知道知道啊张立鹏快过来哎在这儿呢打北京听见蛐蛐叫一直就追到了唐山不信这一挖挖出来这脑袋跟北展剧场似的哎呀呀呀两个这个大眼睛就跟探照灯似的放屁哎呦那个须子呀就跟十四节火车似的你听说过哎这事儿你不相信我不相信这可是他说的他说的我也不信怎么呢哎、哎、挂给你了、啊、不要了